80年代有蓝牙，真的假的？还是假的真的呀？80年代的双卡夏普收录机竟然可以连接蓝牙？没错，它可以连接。今天我给你上一课啊，看好了，首先听一下双卡，感受一下它的声音，音量稍微大一些，播放。哟，放完了。漂亮，另外一个，播放。暂停，接下来就是重中之重了啊，蓝牙该怎么用啊？看好了，看好了，别忘了点赞哦，各位老铁。找根线，直接插到边上，红插红，白插白。插完以后啊，接下来模式转换。学会了吗，大哥？学会了，点赞啊！并且啊，时针会调吗？正常的啊，已经调好。